しましょう。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什么情况？你们还有多少人？我既然答应了帮你，你就要信任我。连我，总共有7人。武器呢？有枪和炸弹。太好了，我是抽空溜出来的，马上要回去，所以我尽量说的言简意赅，你要听清楚了。好。人物已经按你的计划安排出去了。但是你必须跟我保证，你的计划是万无一失的。你尽可以信任我。可是白局长并没有告诉你他设的局啊。可是我是这个局的重点。苏将军，你们干什么？我要把这个犯人带走，这个犯人是我要缉拿的犯人。白局长说了，没有他亲自下令，这个犯人谁都不能带走。你这是大逆不道！你知不知道我要押这个犯人去枪决啊？这里是警察局，尸体该怎么处置，由白局长说了算。滚开！走。变的军会跟警察发生冲突了，这是这个局的开始。太不把老子当回事了啊！老虎不发威，把我当病包了。这我叫人能叫多少叫多少，集合，备马，集合。把这个王八蛋给我劫回来。是。他们相信革命党人会暗中监视，而事实上你们正是如此。演这场戏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知道白局长和辫子军他们会发生冲突。把囚犯交出来。绝不可能，这是我的地盘，不要太张狂。白局长也会在这场戏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你要不交出囚犯，弟兄们给我上。上。让这场冲突显得更加激烈。这是什么？万能钥匙。白局长和苏守义心知肚明，可是辫子军和警察弟兄们大都不知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冲突是真实的。没关系，我已经把情况通知他们了。如果我的同志们中计，他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救时机，会趁机突袭。他们希望的正是如此。如果你的同志们中计了，实施突袭，就会很容易的接到囚犯。也会很容易的被他们引入到结结实实围捕他们的地方。由于突袭是临时行动，没有探查地形，所以撤退的时候会很盲目。要是没有你的话，我和我的同志们恐怕真的会中计。现在你和你的同志们心知肚明，
但是还是要假装中计。你在找什么？这是哪儿？十里铺酒窖。这就是你在侦查科查到的信息？记录科的那本小册子里记录着局里所有的特勤案件。在齐火龙被宣布枪决的那天晚上，有三个警员被派到这儿。一个酒窖有什么可看守的？你是说齐老师在这里面？是你下手轻一点行不行啊？我已经手下留情了。尸体也是一件好事，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为了你，我心甘情愿。白局长不是让你在鹰头沟设伏吗？你现在不在那里，怎么跟他解释？我有办法。你不是带着把刀呢吗？你来这儿之前就已经想好了。你这么做是？一切都是为了你。走，走，快点，快点，走，走。老子走，老子走！隔壁党发现球场里没有起火龙，就把我们绑在这里，我们没办法把他引进埋伏圈，这不是我的错。白局长，你临时改变设伏的地方，我想听你解释。啊，我当然要多做一手防备嘛。桃花三，是白局长私底下叫你把人带到樱桃沟的，是不是？嗯，没有没有，我再大胆也不敢骗你啊，老子走。哎，你地妈的，你个王八蛋，你个王八蛋，王八蛋啊！竟然敢在这儿偷偷的睡觉啊！说起来你们也是玩翻戏的，怎么这回让人给玩了吧？啊，都给我带走，滚，滚！恐怕他们不是被人玩，是白局长玩弄我。哎，咱们都是一个战线的。不能互相猜忌嘛，白局长，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不跟你计较，因为我明白，不是你我之间心里有什么问题。我要让你知道，你这么说，我一定会给你面子。我再警告你一次，我不希望看到有第二次。如果不是，就算是地头蛇，我都不会再给面子。将军。大家都没有想到嘛，啊，咱们的计划那么的缜密，竟然被革命党给侦破了。我只想知道，你叫陆长友带人到樱桃沟埋伏，他现在去哪里了？白局长，白局长，大哥，白局长，过来，怎么了，长友？不好了。女革命党把齐火龙
就跑了。你说什么？常有，喝口水。哎呀，我们啊，安排完设伏工作以后，我就想弟兄们辛苦啊，我和索牛啊就给大家买点吃的去。没想到走到半路上，正好碰上那个女要犯。我想啊，这不能丢了这个抓捕的机会，您说是不是？嗯。我就立即安排索牛回去暂时安置这个设伏工作，我呢自行抓捕那个女要犯。嗯，这一路就追到了十里铺酒窖，追到酒窖，人没了，找不着了。我正四下里面寻摸的时候，这女要犯扛着起火龙从地窖里面出来了。嗯，我呀就暗中埋伏下来，等着她走近了，我再马上上去抓她。没想到那个女要犯武力凶悍，一刀把我捅伤以后，扛着起火龙就跑了。妈妈的马玩意儿！谁说的？我呀，忍着刀伤，我就下到地窖里头，这才看见咱们俩弟兄就躺在地窖里。我这才发现，起火龙原来早死了。白局长，您安排把他的尸体就藏在了酒窖里，是不是？这是个秘密，革命党怎么会知道？你问我，我还想问你呢。哎，程总，慢慢的，躺下说。哎，不疼吧？慢慢说。白局长，哎，您让手底下人玩命，我没意见，啊，但是您总得让我们有点准备吧？连陶阿三都知道那帮人是革命党，我们就愣不知道。要早知道是这样，我们怎么也得有点准备，您说是不是？是，我们就不会这么猛冲猛打了。哎呦喂，都说那帮革命党个个都是高手，人街面上都传遍了，一个一个跟天神似的。慢慢说，慢慢说。哎，不疼吧？哎，喝口水，喝口水。哎，好，喝水，喝水。喝水。嗯。满身的伤，没有其他的痕迹了。不过，倒一处伤比较特别。来，你看 ，CT， 这个伤不像是偶然形成的。这或许是在紧急情况下，齐老师自己剐肉而成的。CT， 看痛，广东。我们先不要想 CT 什么意思了。你们在外面等我。你都受伤了，你别喝。我少喝点。白局长和苏守义这儿总算是应付过去了。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那个夏晚星跟你非亲非故的，你那么对他值得吗？说实话，兄弟，你问我的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次，但是我相信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什么呀？是为他，还是为他跟你讲的那些大道理啊？都有吧。
放心，我们回国是以武力救国，我们未必会成功，但是我们可以唤醒国人。终有一日，中国会像欧美一样富强。老师，我愿意把生命交给党。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誓败垂成袁蜀子，英雄地下常无语。齐老师，你走好。 张大帅在北京，已经举皇上复辟，刚正乾坤，而我军还守在这个鬼地方，举步艰难，无法配合。可恨！你们已经中毒。 七日之内，如果没有解药的话，全身就会腐烂，痛到入骨，会死得很惨。孙将军，老祖宗，大人呐，我们几个就是混地面党生活的，哪有能耐帮您抓革命党啊？您给的都是顶天的大事啊，孙将军。你们这些小骗子，坏了我的大事，哪有步步就的道理？在这个地方。 只有你们和革命党有亲密的接触，这个可能是上天给你们赎罪的机会，你们要好好把握。我给你们七天的时间，一定要把革命党找出来。苏将军，怎么抓革命党？你得给我们旨意啊！是啊，怎么抓革命党是我和白局长的事，你们的任务就是找到革命党。我给你们七天时间，你们要把革命党找出来。七天之后，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就枪毙你们！苏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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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冲什么大尾巴狼啊？参考这些乱事，把我们都栽进去了。革命党，革命，我们赔命，知吗？ 是我押枪过进去的，我是被那线索的白局长硬生生的按进去的。他们手里有枪，后面有炮，我就一光棍，我能反抗吗？哎呀，说让我们找人，那革命党什么人啊？
平日里连个影都见不着，一出来就追魂索命的，我们怎么找啊？七天之后毒药发作，哼，好啊，他还不如把我们直接弄死算了。我看呐，咱把这些年攒的钱全部花光，吃最好的，喝最纯的，到时候像齐火龙一样死掉。我听说上海的十三爷来这儿了，事到如今也只有求他来救我们了。十三爷是谁啊？畅喜啊，闭起你那臭嘴，咱们这片做番系的跟十三爷比起来那就是喷杂碎，他可是番系党的头号人物，是能翻云覆雨颠倒乾坤的神人呐。真的假的？不信啊。哎，过来过来，我跟你说一件刚过去的事。经过我们查验，你这个侄子顶多是四百。老板，这江湖救急，这大宝珠我是真金白银花800块钱买来的，当你500，我不亏。你多少钱买的我不管，看来江湖救急这四个字我再加50。你如果觉得亏的话，到外面走走，看有没有比我更高的价钱。这样吧，我家里还有些碎珍珠，我一并取来当给你，合500，你看怎么样？好吧，你去取吧。这可是正宗的广东雷州南猪啊，还可以。这上好的猪子只给你算100，对行对我交代嘛。好，500就500，痛快。这大宝猪你已经验过了，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你等着。那后来呢？哎，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各位同行前辈好友，我张强在这个行当40年了，倒当不来的所有东西，真假贵贱，我一眼就能分出一个一清二楚。总算是上对了一句当家，下对了一句掌柜这两个字。但是就怪我太自信，走了眼。最近在这一个无名小辈的手上，救人呐、晚节不保啊。所以我决定今天以后我金盆洗手，退出这个行当。金盆洗手，这个玩意儿毁了我一辈子的英名啊，大家也给我做个见证。你还敢再来啊你？这500呢？这100呢？是利息。把我的大宝珠拿回来。掌柜的，听说东北佬要赎回大宝珠，那张脸吓的比青菜还绿。啊，那不完蛋了吗？这东北佬够狠的，骗了500大洋不说，还要翻番。他讲不讲江湖道义啊？江湖道义是你讲的。这猪子
不是那颗，你已经砸，哎，砸碎了是吧？砸碎的那颗是我花1块钱买的假珠，比你这颗假珠更假10倍。拿回去吧，咱们货款两清。放下钱，你干什么？你也是范西中人，那你干嘛欺负同门？谁跟你是同门啊？大家不过都是靠这儿谋点生活费罢了。要怪，就怪你自己太贪心。人家20几年的名声被你一下子就毁了。我猜你当时心里面根本不是内疚，而是兴奋。不然的话，这番戏根本演不下去。天福堂，你是三爷，给你点教训，以后不让我再看到你，滚！得罪了，慢着，把你这破珠子拿走。这事儿刚过，行里人都知道。服了，这位十三爷简直是个神人呐，什么事都能算。可不，大上海，大上海的。哼，十三爷，下次过来一定要多留几日啊。人家那种气度，简直没法说。十三爷的大恩大德，我莫齿难忘。今日送别，请受老朽一拜。张掌柜真的不必太客气，大家都是自己人，这是我应该做的。刘姑，太谢谢，太谢谢了。十三爷，坐。十三爷，十三爷，十三爷，救命啊！救命啊！十三爷，求十三爷捏在同门的份上，救小的们一命啊！求十三爷捏在同门的份上，捏在祖师爷的份上，救小的们一命吧！十三爷，我要先见过那个苏将军再说。哎呀，好！为什么外面不挂大青龙旗？辛亥之后，说破旧立新，龙旗就都烧了。这临时赶制，需要时间不是？洪宪帝制。前后83日，白局长是不是认为张帅恢复帝制都是一样，是不太可能的事？所以你这么消极，只是观望，连忙都不忙一下。中国就是你这种两头摇摆、见风使舵的投机者太多，搞得外面浑水摸鱼，苟且复国。苏将军，你这话说的太过了吧？我怎么两头摇摆，就见风使舵了？我好歹也是一介武举，我对大清是有感情的，是大清朝忽然倒下，把我们兵部给解散了，我是为了一家老小，我迫不得已，我才当上这个局长的。哎，您说，是我复国，还是国复我呀？国是不会复人，现在大清积弱。是事实，是不可以否认。可是我们不应该将它推翻。现在大清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
革命党错就错在这里，齐枪派错就错在这里。啊，这个我懂。你不懂。我们这些忧国之士，留洋海外，做什么事都忧国忧民。大清的积弱，是因为封闭治国，政治消极所致。如果硬掰西方的革命，就会水土不服，会大伤元气。如今吴皇复辟，吴皇授张帅为议政大臣，康有为任弼德院的副院长，实行新的立宪制度，这是一条可行之路。现在日本、英国都是因为这个体制而强盛于世，至于这个共和，都是揽权之士为了权霸一方而想出来的新体制。白局长，你应当相信复辟之后，吴国会更加繁荣，人民会更加富裕。会的，一定会的。报告。进来。陶阿三领了个叫什么十三爷的，说要见你。你就是那个什么叫十三爷的，在苏将军面前谁敢称爷呀？在下朱鸿生，十三爷只是江湖上朋友的戏称。你是他主子？朱某只是路过，几位小兄弟有难，在下只是帮着想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将军可否让朱某再听一听尸体被劫的整个过程呢？事关重大，你不怕讲出来之后我回不了家吗？朱某既然敢来见将军，那就是把这条命交到将军面前。如果这条命不怎么好使，那将军只管拿去喂鱼便是。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发生的，跟劫玉玺的方法一模一样，声东击西。错就错在我一介武夫，行事鲁莽，居然误信陶阿三之流说的话，演了一场自取其辱的荒唐戏。哼！不过这场烂戏里，还有人不长眼，一个人在那做他的美梦。将军不必妄自菲薄，朱某这番听下来，这个挟师诱敌的局并没有错。功亏一篑的原因似乎也不在于此。哎，我们都没有想到革命党居然会这么缜密，事先把这骗局侦查得透透的。这个世上没有什么神仙，这局设得隐秘，尸体也藏得隐秘，不是那么容易就侦查出来的。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恕我直言，这局中必有内奸，我手下全部都是死士，绝对没有内奸出现。苏将军及麾下官兵都是外来人，就算想做内奸，恐怕也没这个条件。姓朱的，你骂你贼话嘛意思？哦，你是说内奸是出于我的手下是吗？白局长，你暂时回避一下。哥，尸体被劫走了，苏守义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哥，你赶紧收手吧，你已经很对得起夏文新了。苏牛，你记着啊，从今天起我不允许你再介入这件事。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索牛说过，我跟你一天就会跟你一辈子。哥，只要你决定了的事儿，以后咱俩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朱先生有什么方法可以将内奸找出来？当下将军最着急的应该是如何找回盘龙玉玺，内奸只是其次。朱某想问将军，在抓到齐火龙之后，
难道一点收获都没有吗？朱某说过，这条性命现在正寄存将军这里。待朱某取回之前，将军尽可以把我当为自己人。齐火龙被我抓到的时候，正拿着这张纸。我断言，他是想将这个消息传带给同党。我有八成的把握，有关藏玉玺的地方，应该就写在这张纸里面。将军，请说下去。不了这特殊的密码，但是我却想到了如何诱捕革命余党的办法。齐火龙之同党之所以没有离开本地，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们还不知道玉玺的下落，夺取齐火龙的尸体就是想从尸体上找到一些信息；第二，他们已经知道了玉玺的下落，为保险起见按兵不动，等到风声稍息之后再悄然取走。现在将军既然已经知道这白局长底下必有内奸，那何必把这两者都当成自己手上的筹码呢？你的意思是，这特殊的密码的确是破译不了，但假如我们就说已经破译了，倒是革命党就一定会以为我们会尽快按照这个密码去找玉玺。他们一急，自然就会浮出水面，包括那个内奸。而乖乖的将我们破译密码的假信息传给革命党的那个人，就是内奸。朱先生果然是至贤之士，苏某佩服。之前有什么冒犯的，请你原谅。哪里哪里，论智慧。将军乃是挥球千军之将才，比朱某不知高了多少倍。朱某只是旁观者清，知道在哪里为将军使点巧劲而已。这件事关乎国家的安危，我希望朱先生摆在心里面。事成之后，苏某会在张帅面前举荐朱先生。如果这件事办不好，朱先生，你要付出责任。将军错爱了，朱某只是为那几个小弟解难而来，雕虫小技，上不了什么厅堂，也做不了什么大事的。至于玉玺，只要将军依从朱某的计策，必将原璧归赵。朱某有这信心。很好，很好。苏将军，苏将军，你这不等于甩了我吗？我说了，从今日起你不需要插手，你只需要闭上眼睛，所有事得由我们做。啊，这么说之前是我局误事的。白局长说话小心点，我绝无此意。
你少来，我手下的兄弟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哎，不可能有内奸。我没说过我不相信你。快成事儿了，嘿，这功劳啊就全归你了啊！少废话，我怎么会？这就是说事儿快成了，顶枪顶炮的时候让我来扛，这事情快成了就把我这儿当个屁了。哎，我说苏将军，做人做事不能这么太毒了吧？啊？你干嘛这么误会我？那好，到时候我会叫你的人做出配合，事后我会帮你白局长向张大帅表功，我这样做你满意了？哼，嗯，马玩意儿。秦老师一定是把玉玺藏在了什么地方，这个就是打开玉玺藏匿之处的钥匙。可是现在问题是，玉玺到底藏在哪儿呢？齐老师在身上刻下 CT， 是广东的缩写，一定是要让我们通知广东来人。想必之前他就与广东的同志有过应急预案，一旦紧急情况发生，玉玺应该会藏在他们指定的地方。我已经发报纸广东，讲述了齐老师的情况，让他们马上派人过来接洽。夏同志，外面抓了一个可疑的人。齐老师一定是把玉玺藏在了什么地方，这个就是打开玉玺藏匿之处的钥匙。可是现在问题是，玉玺到底藏在哪儿呢？齐老师在身上刻下 CT， 是广东的缩写，一定是要让我们通知广东来人。想必之前他就与广东的同志有过应急预案，一旦紧急情况发生，玉玺应该会藏在他们指定的地方。我已经发报纸广东，讲述了齐老师的情况，让他们马上派人过来接洽。夏同志，外面抓了一个可疑的人。玉玺的下落也会更快的行动。常勇，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个忙？一旦苏守义有任何行动的迹象，你立刻通知我们。我答应了帮你，就一定会帮到底的，否则我就不来了。谢谢你。我能单独和你谈谈吗？你怎么来了？我想见你。
你的伤好了吗？留下个疤，总有一天伤疤会不见的，以后就不会再有任何疤痕。 出动这么多，这是我知网的行动，这是有指望的行动啊！奇怪，怎么了？他们应该是72个人，可是现在出来的只有60个，另外12个去哪儿了？哥，你知道吗？ 白局长下令禁他全世界，而且告我10年，没事尽量少出门，把咱全局的兄弟全都派出去了。碰着可疑的人，要一一盘查。他们这么劳师动众的，为什么呀？这样一来，革命党人就无法知道他们的行踪，他们想拿走革命党人的眼睛和耳朵。 这帮辫子兵跑来跑去的，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些都是障眼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们一定有秘密的行动。哥，白局长今天下了道令。 让全城的三家码头都停止运营，唯独这河西码头可以。而且让其他码头的货都运到这边来，这么做为什么？船多货杂，做起什么事情来都比较隐秘。我怀疑苏守义他们已经破解了密码，并且拿到了鱼玺，想通过水路把它运走。怪不得我听你是何道尔子说，白局长给了他们一些钱。 让他们日落之后就停止营生，只流船不留人。流船不留人，少了12个辫子军，正好是两条船，一条开路，一条押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两天辫子军还会在城里打幌子，而那12个辫子军会带着玉玺从这儿把它送到北京。 哥，你不说那帮辫子兵除了那12个人全会在城里晃悠吗？这怎么一下子敲不出溜都没了？是啊，我也琢磨呢。难不成我猜错了？驾！陆长友，紧急行动，召集所有警员。
驶往河西码头支援苏将军，要快！驾！哥，他们这又是唱哪一出啊？坏了，咱们中计了，码头那边是陷阱。那赶紧告诉夏满新他们，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已经在那儿了。都精神点儿！报告，大局长，人民党已被苏将军围困在对面码头，很有可能逃到咱们这边来。啊！马上封锁岸边各处，配合苏将军围捕，不能放走一个人。记住喽，在爷的地盘，不能输给辫子军。是。你们不要反抗了，马上放下武器投降，我保证不杀你们，还可以保证你们可以升官荣华富贵。革命是个骗局，你们这些年轻人流这么多血都是为了那些人升官。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你们考虑清楚。一分钟之后，如果你们没有答案，我就成全你们，送你们上路。反正我已经受伤了，一会儿我拼出去，跟他们拼了，你们趁乱刷出去。今天我们七个要能全身而退是不可能了，如果能保住一个，把钥匙带出去也算是成功了。不行，要死就一起死。万新同志，你听我说，你拿着钥匙找到玉玺，当着世人的面把它砸碎了，我们就无憾了。刘峰，你带着钥匙走，我们掩护。万新同志，最后十秒。年轻人呐，你们要流多少血才知道醒悟啊？万新同志，拜托了。刘峰，你全体全力强攻。马上带人到对面给我报仇。是，走。
坚守岗位，听候命令。报告，苏守义这边怎么样了？白局长，苏将军说他们辫子军会设计战线，把革命党引到咱们这边来。他还说，快说。苏将军还说，活捉一个奖五个大洋，走掉一个人头落地。他苏守义，战斗还未结束就把屎盆子往老子头上扣啊！走掉一个，干嘛人头落地的不是他？我马玩意儿啊！坚守岗位，坚守岗位，不许跑，不许跑，完事儿啊！我不跑。把他们熏出来，尽量留活口。是是。是我判断失误，让你们中了圈套。你进来干什么？这里已经成绝地了。我来救你，救你出去。你不要命了？救不了我们就一起。你什么时候变成个傻子了？是，我以前是不想当革命党，我只想做个好警察。但是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我可以不当警察，我可以不要命，但是我不能没有你。你知道为什么你一进来，我和我的同志们对空放枪吗？因为你们不想让苏守义知道我是你们的同党。因为我要让你活着。要生同生，要死同死。我的任务没有完成，现在只有你能从这里出去，也只有你能够帮我完成这次任务。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做不到。都在屋子里面，还等什么？全力强攻！强攻就很难留下活口。查玉玺的事儿，革命党死心已决，不会招供的，留下也没用。我要他们全军覆没，做明天报纸的头版。给我全力强攻！是，马上全力进攻，不能全面进攻。我大哥陆长友还在里边呢。我不管那么多，不可能为他一个人影响大局。全力强攻！不行，我的人还在里边呢。废话，全力强攻！是，站好了，全力进攻，快！
常有，好枪法，立达功了。这是我的幸运丹呀，跟了我好多年了，希望带给你幸运。我敢肯定，这个陆长友就是内奸。嗯，放屁！来的货色，少在老子面前装神弄鬼！我亲眼看见陆长友玩命抓捕，亲手击毙那个女悍犯。你说他是内奸，那你就是汉奸。哎，白局长，切！如果你想揪出内鬼，我看你要理智一点。行了，你这种人呐，我见过多了。眼看现在总算有点成绩了啊，可以跟上头说句话了。就泡纸污水，把前番失礼的过错全往别人身上栽，自己邀功。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你别小人之心。什么？我小人之心？那你们是什么？说我小人之心啊？你说，去一边去。苏守义，你给我记住了，老子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别他娘欺人太甚。嘛玩意儿啊！前段时间汉党为乱，我局反诈骗科警官陆长友出生入死，功不可没呀！率我局骁勇之警员，将其乱党一网打尽，并亲手击毙为首者，功不可没呀！特此嘉奖，并赏银元50，以资奖励，届时张榜公布，为同仁共同共勉。银元给大家伙分了。这当然是一场戏，陆长友当众击毙那个女子，是为了掩盖他是内奸的真相，也是为了隐藏另外一个秘密。玉玺，据我估计，陆长友若是资深党徒，那他一定知道玉玺的藏匿之处。可如果他只是负责传递信息的小人物，那在那女死之前，也必定会将玉玺的藏匿信息告诉他。可是白局长一点也不相信，他就是内奸。他是地头蛇，我也要记他三分。陆长友，你不要下手了。嗯，实话说，抓陆长友弊多于利，因为我们抓了他，只能向他严刑逼供。将军刚才不是也感叹，那些革命党都是死士，就算我们严刑逼供，只能弄巧成拙，反而让我们设的局没了余地。朱先生，你有什么良策？我们做番系的，打的就是人的心理。革命党全军覆没，只剩陆长友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他恐怕等不及风声过去，便急着想将玉玺转移到他地。将军，请容朱某一点时间，只要陆长友有风吹草动，我便能想到制敌之策。朱先生，看你一表人才，为何甘心做骗子？啊，对不起。是甘心做番戏。将军出身高贵，你就算叫我骗子也无妨。我们做番戏的本来就都是骗子，但是这骗子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小者骗财骗色，大者可以翻云，可以覆雨。朱先生，这次我全都压在你身上，一切听你的。
我希望这次你不要令我失望。嗯。陆长友，警官清除乱党。哥，这夏婉欣说广东要来人，现在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杀了革命党。哥，这下你惨了。广东来的人不知道钥匙在我手里，他们只知道我杀了革命党。这么一来，不用我去找他们，他们就会来找我。夏婉欣可能希望的就是这个结果。那这么接头也太危险了。那万一还没等你解释呢，你就被广东人……这下太远了也。我总觉得这女的太狠了。你说你到底喜欢她哪一点？行啊，睡觉去吧。我不管了，你自己看看。哥，后面有没有人跟着咱们？我知道，可能就是来索命的广东革命党。把他引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再跟他解释。好。钥匙在我这儿，是夏婉欣让我交给你的。你有钥匙？就在我这儿，你别打了，我拿给你。我伤了你，我自己拿。就是为了等你，我要为白天死去的同志报仇，我的革命党不会放过雷哥。警察马上就来了，我没时间跟你多解释。这是藏玉玺的钥匙，拿着它赶紧走，一分钟都别留，听见没有？拿着，快走。你。这就是打开玉玺藏匿之处的钥匙。陆长友遭遇广东人追杀，我即判断此人便是广东来的革命党。袁维接获，却疑信了警局的通告，误以为陆长友叛变。我心生一计，扮成该人的同党再做追杀。陆长友果然上当，瞬间将我钳制，给了我这把钥匙。高明。但问题是，陆长友以为我们知道玉玺藏匿之处，而我们却一筹莫展。
那个什么专家，密码破译的怎么样了？什么破专家，书带来一大堆，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还有一招。朱先生，请指教。把陆长友抓了。抓陆长友，有帮助吗？抓了就知道了。你们要抓陆长友？陆长友击毙汉党，还被其同伙追杀。哦，你们却让我抓他，亲花啊你们！这把是藏玉玺的钥匙。之前在陆长友那里，你说该不该抓？事已至此，局长也不必太难过啊。抓？嘛玩意儿啊！哥，这钥匙也送走了，人也放走了，这会儿轻松了吧？哎，一会儿喝会儿酒去啊。也不知道革命党跟夏小姐联系上了没？我打他那枪虽然不致命，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想去看看。啊，你别被那个夏满心送上了命啊！你别忘了，咱俩还是警察呢。放心吧，我不会连累你。你说什么呢？我索牛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我怕。现在都死了这么多人了，索牛。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你一定想办法把自己摘干净。我不能到时候连个送饭上坟的人都没有。队长，出事了！那个苏将军和局长正准备商量抓你呢，说你私通革命党。私通革命党啊？是我亲耳听到的，你们赶快跑吧。哥，要不你先走，我给你掩护上。记住我的话，把自己摘干净。听见没有，陆长友，不许乱来，把枪放下。你出卖我，陆警官，你藏得很深啊。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暗中取证调查你，我是找不到证据。住手！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快点说，玉玺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见白局长，你们滥用私刑是犯法的。警察大哥，买了什么？买扫把。要多少？你有多少？你有多少要多少。警察大哥。你们有这么多扫帚干什么呀？警察局采购不行。行行行，那个算便宜点啊。不是警局采购，你们帮着砍什么价呀？废话，那政府部门的钱能随便乱花吗？快点，陆长友，你还那么嘴硬是吧？你们有什么证据？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知道玉玺在哪儿？有的话就拿出来啊！哼，还那么嘴硬！我又不是革命党，我陆长友，地
顶天立地，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好，我看你嘴能硬多久。来人，来，给我关起来，只给水不给饭，饿他三天，看他说不说。是。对付这种人，拷打是没用的。看着，好戏还在后头。来看这染料啊，刚建的新货啊。来来，看来看来了。老王，哎，这染料所有颜色都在这儿。啊，我这什么颜色都有啊。您要什么色的，客官？您是刷漆啊，刷家具啊？这红色今天黑色。闭嘴！我自己挑。啊，如果您要扎染衣服啊，哎，大哥，我觉得这大地的颜色最适合于最配。闭嘴！啊，您随便挑，随便挑。取走玉玺就被捕了。我有哮喘，我扛不了多久，不成功变成人。哎哎哎哎，兄弟，你别冲动啊！有什么咱们一起想办法。当即听我说，一定要想办法出去，找到玉玺。我不知道玉玺在哪儿，我不知道玉玺在哪儿。兄弟，怎么样？怎么样？没结果。陆长友真的就那么嘴硬？不是嘴硬，是我们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他是真不知道玉玺的下落。哎，你不能死啊！我不知道玉玺在哪儿，我不知道玉玺在哪儿。哎，这不玩下了。嗯，我朱鸿生做局从没有失手过。他虽然不知道玉玺在哪儿，但他会心急火燎的找知道的人。那好，我们就按计划行事，等他越狱之后，找人跟踪他。别忘了他是反诈骗科的。越狱要是太容易了，不见得他看不出是个圈套啊。越狱当然不容易，但如果是劫狱，而且是警察内部的人劫狱，就容易得多了。你是要把我手底下的人一个个都干光是吧？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因为抓捕的时候，索牛当场揭发陆长友，是不是？这是你告诉我的啊？对啊，是啊。那小子呀，他不是个东西啊！平时跟陆长友是兄弟啊，大难临头各自飞吗？不对，索牛不是为了明哲保身，他是留了后手。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怀疑了，索牛那个人这么蠢，不可能这么快就有反应，马上就把陆长友给出卖了。哼，这陆长友不错呀。是个对手。索牛，
你来干什么？我给陆长友送点吃的。真的是吃的？白局长吩咐过，不准陆长友见其他人。大家都是警察，通融一下吧。真的不行。陆大哥是个好人，他平时对你们也不错，你们别忘恩负义啊。我们怎么能忘恩负义呢？好吧，搜他身。都是同行，搜什么身呢？行行，进去吧。哎，苏牛，我可告诉你啊，放下东西马上走，不要说太多话。白局长知道一定会怪罪我们。放心吧，不会让你为难的。走吧。哎。哥，我给你送点吃的。哥，我是来救你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想连累你，你怎么不听话呢？我也说过呀，我要跟你同生共死啊！啊，你现在有难，我不救你谁救你？你拿不拿我当你弟弟了？索牛，这事儿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别管了，我都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什么了？你就准备好。哪来的雷管？傻吧？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好歹大家都是同事，他们对我没有提防，这次先让他们吃点苦头，回头再暴打他们。没事，你就跟我走就算了啊。开门，我要出去。少爷，谢了啊！快来！报告，白局长，说你要把陆长友救走了。什么？真救走了？出去！是。朱先生，你真是神了，一切都在你掌握之中。哪里哪里，这还得多仰仗白局长的全力配合呀。我说姓朱的。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岂敢岂敢，晚辈觉得白局长关键时刻还是非常英明果断的。我英明个屁呀，我骂玩意儿。白局长，这就是你的手下，你还什么话好说？哎，这是我的新兵大洋，跟了我好多年了，希望他给你幸福。别怕，是我。听说你被抓了，我真的特别的担心，我以为以后永远再也见不到你了。放心吧，放心吧，我答应过你的，为了你我也会活着。
就这样钥匙到了我手里。广东来的同志也牺牲了，事到如今我只能亲自拿着钥匙前往广东，交给那旅的同志，让他们择日再取一息。从河西码头这个圈头来看，苏守义应该没有破解密码，玉玺暂时是安全的。可是河西码头牺牲了六名同志，换来的只是一个判断。从现在起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好吗？不可以。这是条杀头之路，不是你们能走的。这一路会非常的痛苦，我们可能活不过明天，也可能活不过后天。我现在已经无法再做回一个警察，我是个通缉犯。是我害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是你让我明白什么叫觉醒，是你让我明白不要做一个麻木。外面情况怎么样？满大街都是辫子军，据说张勋已经复辟，共和已经解体。我要马上到北京。但是不能搭火车去，我们趁夜潜离天津。我能跟你单独谈谈吗？这是介绍信，你们到了广东之后找那里的革命党，他们自然会安置你们。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去广东？此行北京是祸不是福，我希望你和索牛到广东去避一避。我以为我们俩从此就形影不离了呢。我可以和你一起去革命。张勋的辫子兵有8000人，我们跟他们的实力相差非常的多。我加入革命党的时候就立誓，不成功便成人。我和你走的不应该是同样一条路。那我们俩呢？我们俩怎么办？常友，我爱你。从那天我捅你一刀的时候，我就确定自己已经爱上你了。但是我更爱我的国家，更爱我的使命。我做不到为了感情放弃我的理想。
6年前我加入革命党的时候，我就立誓，这一生只为革命，不会考虑儿女情长。其实从天津遇到你的时候，我也想过要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不可能离弃我的革命，感情对我来说只是个负担。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有缘不必有分。我不能带你一起去革命，因为我知道你为的是我，而不是国家。我不想看着你为了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而白白牺牲掉自己的生命。我们到此为止吧。我不答应。你看着我，我告诉你，我陆长友从来没有这么对待过一个女人，你知道吗？你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原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警察，现在我回不去了，完全回不去了，不能到此为止，我做不到，我不能到此为止。你要是爱我，你要是爱我，你就听我说好不好？就是因为爱你，所以我可以为你改变一切。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可以跟你一起去革命。我不会离开你，我也绝不会让你离开我。哥，夏小姐，哎呀，算了，我还是管你叫嫂子吧，你别介意啊。那个，哥，参加革命党到北京反什么张大帅这事儿是吗？我有点自己的想法，我没有文化，我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革命，但我知道这革命是件大事儿。以我这种小人物，如果能参与这种革命的话，我就觉得我死而无憾了。更何况跟大哥嫂子一起出生入死，我更无憾了。所以嫂子，你一定让我和我大哥参加，来，让我们以水代酒，祝我们革命成功。嫂子，你是不是以为我空口讲白话呢？这是我所有的积蓄，我全都带来了，我要支持我和我大哥的革命行动。我明白了，齐老师身上刻的那个标记不是广东，是昭和银行。嗯，银行保险柜倒是藏玉玺的好地方。那把钥匙就是打开银行保险柜的钥匙，上面刻的4703就应该是保险柜的编号。哥啊，嫂子，你们说什么呢？在那儿，明天先把玉玺拿出来。去，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的。张勋复辟，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溥仪天生就是倒霉的命啊，这能当几天皇帝，还真得冷眼旁观一阵呢。来人，到，传令下去，这是我的地头，别让苏守义太猖狂，派人监视苏守义。是。如果张勋不能力挽狂澜，那我们就支持共和，对付辫子军。得嘞，起火！大事不妙，将军，我们现在还要找回玉玺吗？我们应该回京保护元帅和皇上啊！出去！段祺瑞已经组建讨伐之师，而我还守在这里，不能回京保护大帅安全。楚先生，我不可以再等了。将军心急，革命党也心急。我要速战速决。将军说过，要依从朱某的计策行事。朱先生，你曾经答应过，玉玺很快就会完璧归赵，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报告，两个专家说要见你。看来是有结果。查到没有？报告苏将军，密码已经破译出来了。行踪一路，安危难卜。盘龙玉玺存放于昭和银行4703号保险柜，同志入的我钥匙，我必遭不测。同志可于风声渐息之后悄然取之。昭和银行。报告将军，入朝有三人往城区方向逃去。即刻赶往城区，将昭和银行包围，人和玉玺都给我带回来。是。正。玉玺一旦取出，不能做片刻停留，必须马上送出京城去。咱说好了，咱只是把玉玺送到广东，我可不做广东人。哥，我听说那帮广东人虎了吧唧，啥都敢吃，又吃耗子又吃猫的。我就是担心咱们就是有钥匙，他们也不会让他们开保险。这个你放心，我会模仿齐老师的签名，他们银行的人只认签名和钥匙，不认人。朱先生，这次要你亲自出马，如果拿到玉玺就是大功，如果拿不到的话，我会怪罪于你。那您放心，朱某不会让您失望的。好。报告。干嘛呢？白局长，苏守义带领大批辫子军往城区前进，传令下去，召集所有人手，加重装备，我要让苏守义知道，那么警察不是好惹的。是。苏守义，你嘛玩意儿啊！索牛，谢谢你啊，没有你，我和夏婉欣也不会走到现在。哥，你俩那是自由恋爱，我这。我说的是玉玺的事儿。玉玺，玉玺，哦，
白局长，你想干什么？宋将军，我身为本市警局之局长，维护的是一方治安，不管你什么来头，都不允许在我的地头上肆意妄为、侵民扰事。将军，我从后面绕过去。 白局长，你想跟我过不去是吧？哼，从今天起，你们所有行动必须向我汇报，没有我的批示，谁也不能乱来。就这儿了。嗯，徐老师以前留学过东洋，他很会和东洋人打交道。嫂子，这些日本银行的标志怎么？ 稀奇古怪的，什么意思啊？东洋人什么地方都是稀奇古怪的。不过看这个银行的标志，也像是徐老师身上给我们留下的信息。我觉得我们的判断应该是没有错误的。我们进去吧。我只想告诉你，在我的地头上，谁也别想越过我。张大帅复辟。 是经过深思熟虑，你不要以为段祺瑞之流就可以阻拦得了。<笑>我倒觉得等你跟你的主子给我甜头遥不可及呀，倒不如我支持共和，说不定马上就能升官发财。你们给我退下，把他们都给我赶出港去。 你我相识才是天意。陆长友，是你。我有假死一个，我吃了休克药，可以让全身两个小时麻痹，心跳和脉搏极其微弱，难以侦测。 我不知道这个假死方法能否让我逃脱，所以就把钥匙给了你。现在这个结局很好，我们都成功了，你越狱了，我也被他们用洗的一卷扔到了河里。知道你越狱之后，我走一再黑雷刀当了一个。相信，这是你广州的同志。同志，你好，你贵姓？我姓朱，陆长友，我们曾经误会你，也因此牺牲了一名同志。有你还在就是惊喜。嗯，东西回台会广州的。 哦，对了，高总理好消息，反张勋的军队已经成立了，张勋的日子已经不久了。太好了，牺牲的同志血没有白流。我们目标太大了，恐怕不能一起出城。索牛，你先护送朱先生出城，我和常友随后就到，下午3点我们在草原码头会合。对，此地不宜久留。啊，报复可以给我。拥护共和。啊，拥护共和。 回答的是捍卫民权，你到底是什么人？陆警官，你不是反诈骗科的吗？那你应该听说过上海翻系的，江湖朋友看得起，见面叫我一声十三爷。骗子！你们破了我的局，是要付出代价。
谁管我？快！苏将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要忘记你答应我的。嗯。让开。和齐火龙一样，都是人才，何必拘泥于什么形式救国？中国不会因为你们流的血而有所改变。可必须要牺牲，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要难过。为了理想，值得。路长有，这个名字也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会随他有。心爱的夏晚星离开了人世，仇恨的目光怒视着朱鸿生这个上海滩诈骗团伙的13爷，暗暗发誓，无论你朱鸿生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不会放过你。陆长友决心追随夏晚星的革命信念，义无反顾地走下去。1917年6月30日，军阀张勋潜入故宫，决定当晚发动复辟。同日，溥仪发布继位诏，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
他公布九项施政方针，一连下了八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经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尊用正朔，悬挂龙旗。复辟的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联合各地军阀组成讨逆大军，进攻张勋的辫子军，让很多梦想皇权的人始料不及的是，在举国讨逆之大旗下，辫子军一触即溃。张勋在德国人的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这场复辟的闹剧仅仅上演了12天，便在万人的唾骂声中草草收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苏守义，张勋复辟的追随者，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命运，举枪自尽了。但历史的车轮依然滚滚向前。咱们今天就该被枪毙了，他们怎么还不给送行犯啊？哎，估计他们是能省就省吧。大家都是同事，你们讲点情分行不行？啊，那辫子军不给送行犯，你们也不给。我俩从早上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呢。你要等老子饿死了，回头挨个把你们吃了。让什么让什么？啊，辫子军早滚蛋了，谁还为你们送行啊？什么？你说什么？张勋也滚蛋了，都滚蛋了，复辟失败了。那你们为什么不给饭吃啊？新任的局长今天刚上任，大家都忙着呢，谁还顾得上你们呢？都待着吧，啊！请问你们哪位是陆长友，哪位是索牛啊？我是陆长友。我是索牛。认识你们很高兴啊。有什么高兴的？我俩都快死了。你们的枪决被取消了。陆长友，索牛，你们是讨逆之英雄，我们怎能枪决你们呢？政府啊，还要奖赏你们。真的假的？哥，这回咱不用死了。我也申请为你们复职，还会晋升一级呢。这人生真是不可思议啊！我还以为我们要下地府呢。王局长，多谢你的好意了。陆长友，你不想复职吗？有些事情我本寄托于来世，但是现在我既然留下了这条命，我就要亲自举办。索牛，你留下吧。哥，我永远听你的，你做什么我就跟你做什么。我希望你们二位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多谢了，我们先走。哥，咱们怎么找那十三爷啊？去上海找。去上海？这上海那么大，怎么找啊？只要想找，就一定能找得到。我当警察4年，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反诈骗的意义。骗是怎样的一种邪恶？小则让人家破人亡，甚则祸乱一方，恶之极者，国破山河亡。咱们不光要找到那个十三爷，还要铲除整个反洗党。这是婉心在我心里留下的烙印。民国初年，张勋复
红玫瑰。红玫瑰，那可是上海滩最繁华的地方，那进去的人一个个都穿的西装革履的，咱们这身衣服能？咱们也可以西装革履的。咱没钱买啊？不是买，租。这就是大上海的缩影。